荃湾象山村一对夫妇堕楼酿成相思命案，两名死者分别是46岁姓陈的男子和42岁姓李的女子，本身居住在青衣长安村。据悉，女死者是全职主妇，男子负责养家，和妻子烟不离手，意味经常攻入邻居的单位，间中亦都会听到二人的争吵声，偶然亦都会有一名10多岁的男孩上门，但是母子并非同住。邻居卓先生就话，10几年前有人上门追债，死者曾经企图烧炭自杀，期间烧着杂物引起火警，消防破门入屋救人，二人得以捡回一命。而去到星期3的清晨，有探员上门，先至知道二人堕楼自杀，感到震惊。